冰粉很好吃。西瓜都还给拿了。是，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有。我用吸管吸，这个感觉不一样的。这个吗？用吸管吸，这个感觉不一样。空调跟吸感觉不一样。我想吃那个冰沙，但是又不是冰沙。我还不知道你这个意思。有人说我啊，一边卖冰粉一边吃不卫生，为什么不卫生呢？我自己煮热就吃啦，我喜欢吃啊，很好生意啊，每天限量发售，梅西卖完啦，泡腾片也卖完啦。这个维他命 C 啊，用水泡一下，它就融化了，卖完了，我也没有一杯一杯。这个是泡糖片，里面还有维他命 B 的，维他命 B2、B16、B12， 维他命 B6、B12 可以控制脂肪的细胞的数量，可以减肥，可以调理荷尔蒙的。维他命 C 增强免疫力的，这个还贵一点的，这个一盒20多块的，这个一瓶啊10来块吧，但是我一杯一杯卖，卖了。都很多人买，我一杯维他命 C 4块钱，这个泡糖片卖5块钱一杯，也卖光了，每天限量发售。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冰粉卖多少啊？给你看。哇，这个是冰沙奶昔，哇，好漂亮呀！冰粉只剩9杯，卖完它就收工啦。现在。5:35，今天3点才开工的。因为我早上我女儿学跳舞嘛，然后我老公催我来的宝宝说你要1:30，然后呢我又打了一些冰粉啊、维他命 C 啊，我每天新鲜，卖不完我自己吃不完我就把它扔了，新鲜回头客户才会有嘛，不新鲜就不会有新的，现在是来统一统一统一。寄完我才卖微信的，3点才开始，现在已经5:30了，也卖了2个半小时。明天再做新鲜，我要早上做，我现在也是晚上做，新鲜做出来感觉是。